主料：胡萝卜300克，瘦肉100克，木耳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生粉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胡萝卜切片，肉片用盐、酱油和生粉调匀，木耳提前泡发好。这锅内的油加热至六成，将肉煸熟好撑起备用。用锅内余油将胡萝卜炒熟，加入木耳一同翻炒，加入适量盐调味，加入肉片一同翻炒。出锅前撒上一些香葱点缀，上桌享用啦。烹饪技巧：有出血性疾病、腹泻者的人应不吃或少食，孕妇不宜多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